杂音好不好？啥杂音啊？谢谢，谢谢球球的三个血瓶，谢谢球。涛哥，我想吃，我没吐司。别刷屏好吧，别刷屏。好无聊呀，不喝酒难受。总总，水也没有了，酒还有一瓶。涛哥，你平时多吃的，都瘦了。我平时吃的多，只不过有的时候顾不上，一天就吃一顿饭。我起来下午有的时候起来晚，对吧？中午饭就不吃了，然后晚上呢就吃一顿饭，能不瘦吗？我从过年到现在就是过年那几天在家里面吃过饭，从过年到现在啊，我一天都没在家里吃过饭，都在外面吃了。我在饭店里面办了一张饭卡，挺便宜的，充一千送300。闭嘴！马买皮，他妈一天到晚骂骂骂骂骂。谢谢鱼宝的66，我谢谢鱼宝的666个大宝剑，谢谢鱼宝。掏个肉呢，肉一会儿进来吃啊，然后把这个最后一波烤完，这就是最后一波了。谢鱼宝的又一组660，不给他们洗澡，这不刚洗过吗？刚洗的澡还要怎么洗啊？谢谢球球的66，煮会不会快点？会，煮，昨天不是刚煮完吗？其实一样的，都是一个加热的过程而已，都一样的，只不过烤出来看得好看一点，一样。院子已经找好了，我明天去交定金，啊，交定金，然后呢就开始想办法装修了。我又得把我以前给我装修的那帮人再叫过来给我干活，也不打算花太多钱装修，就是再买一些硬件，就比如说厕所呀还要重新建，然后呢空调呢还要再弄一个，我就是不想把这楼上的空调再卸了再装过去，知道吧？我就直接再买一个空调就行了，卸来卸去不够麻烦的。其实我这个屋里面啊，我这个屋子里面收拾收拾，
就是住个人，对吧？没一点问题，真的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给露露吃，露露先吃，露露都已经先吃了。再给露露一块啊，鱼宝。没办法，露露大哥多。拉拉是不是怀宝宝了？没有。谢谢家的六六。多少钱一只？我也这德牧是买洗衣机送的啊。又有呢，又有，马上来。又有，等德牧吃完以后再来让他吃。给嘟嘟一个小的给妈，这波马上烤完啊！喂完我就下播。关火，差不多了。这谁呀？这么理解我了？性感的小老虎，谢谢啊，谢谢性感的小老虎，爱你哦。看一下三米大藏獒，别看啊！今天看的，今天要看的，今天要给你们看那个阿黄。美男子，我想养一条德牧，哪种比较好养一点？短毛的德牧，西德，啊！我他妈卡了你！这是鸡真的啊，真的。这是牛肉啊，牛肉加鸡。就这么多了。给新马再吃一块啊！干嘛？
别动，他会我。过来，妞妞。蛋蛋，胖吗？胖吗？没有，没辣。没有了，谢谢倩倩姐，谢谢鱼宝的，我操，谢谢鱼宝的2566，谢谢鱼宝。没有，没破，咬回来。嘟嘟给了给了给了，谢谢鱼宝啊，谢谢鱼宝的2966，谢谢鱼宝。让肉肉来吧，啊，给他一块儿小的啊，这没有那么没有大了啊。